作为盛世的真爱粉，小编一直都在等盛世第二季播出的消息，等到望眼欲穿，每每想起来未播完的盛世，我都想给编剧们寄刀片。现在终于等到来盛世第二季的消息了。盛世第二季21号在台湾首播，暂定先播出第一季，第二季正在洽谈中，等了那么久，终于有希望可以看到这部电视剧18集以后的剧情了，超级开心。虽然在势不可挡的小说中，大粽子和小妖的爱情之路后面可能有些小虐，尤其是大粽子深入井下救小妖那一段，大粽子的指甲全部磨破，甚至最后还动身去美国做了手术。但是我还是想看到傲娇的小妖在医院贴身照顾大粽子的剧情啊，我预计这一段应该甜到爆。至于前一段时间有朋友担心盛世的结局改成了兄弟情，貌似应该不可能，兄弟情的结局是给见面会的观众看的，貌似并没有过审。不如何，很开心可以再次看到粽药夫妇的盛世美颜，希望大粽子和小妖有一个完美的结局。撒花。